家人们，夏天的较量就要开始了。今天我约了一个千万级的高冷御姐来带我去健身房总集训。走，我本来以为她要带我去瑜伽啊、跳操那种轻松的运动，没想到是这么刺激的运动。谁呀、啊？你们之前拍过吗？拍过啊，就是。啥呀？你这是？哎，到了，走走走。今天有好多帅哥啊！哎，对了，教练在哪儿？哎，他好像还没有来，你先去热个身吧。那、啊、那好吧，那我看看有啥玩的吧。哎，刀姐，刀姐，这个是干嘛的呀？是仰卧起坐的，啊、你躺在上面就行了。躺着吗？对对对，把腿放在这个上面，对，然后做仰卧起坐。然后呢？对，就这样，就往下躺做。哦，懂了懂了懂，让我练练。然后去吧。哎呀呀，我在刀姐过程就是仰卧起坐，我也来热身。要不你去这个。哦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哎，好家伙，刀姐。你在这儿都是干嘛？你还不去选个全套你？我这么可爱，当然选粉色的了。你怎么驼着背啊？咋的？缠个绷带还要注意体态了？我们还是要随时保持住我们的美丽。好的，那我得这么诚实。你这个手势很像那种要切磋的感觉，来给我过两招。咏春，叶问，请让老师好好给你绑上绷带，好不好？Later， 你的手像打了石膏一样，还没开始打就断了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会儿拳头都戴不上去了。老师好。这样是出拳。出哪个拳？嗯，现在出的是后拳吗？后拳哪个是后拳？这个，就贴脸近的这个。哦、这个，我两个都近，我两个都近。对，然后尽量手臂贴自己的身体，就不要让别人打到你。好的好的，混，我的小粉拳。智慧的眼神。一二一，一二一是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反应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练完了，走吧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们待会儿打个实战吧。没问题。好，等你回来。哎，不是刀姐，你确定吗？别人老手啊！慢点。不是啊，刀姐，你能行不？你打不打得赢啊？你干嘛呀？这还打不赢？你这啥？打得赢啊？打不打得赢？打得赢，打得赢。走。嘿。该怎么玩呢？呵呵，吃我一拳。